好，兄弟们，互动已经打开了，赶紧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！好，那对战方是三小大唐，再加上神木林，加武装方寸，再加上化生的对战方是双峰，三小大唐神木林，对战方这边是化生、花果山、女麻木、女儿村，应该是地府的啊，地府，应该是地府。对，官方这边是花果山、女麻木、胡彪。哎，那目前来说好像是观战方这边宝宝是不太扛扫啊，端方是完全一个杀宝宝的一个阵容，端方是靠花果山靠三扫大堂去扫宝宝，然后是叠剑意神木林走面杀的一个队伍。观战方这边是谁啊，我也不知道，他是在下莆田大菜啊，莆田啊，莆田大菜。兄弟们有加棒的话再帮我左手加棒，我们这加棒的话还差70票啊，70票我们就上第二了啊，加棒再帮我搂一搂上一上，右上角有一个人气榜或贡献榜，点开里面有加棒的。赤胆皇宫我觉得是有的打的，赤胆皇宫啊，来加棒加上超级激发啊，魔晶激发，看一下单方大堂的一个建议的，打到女拔木没有蛇招出来啊，他是不想招蛇吗？打到现在不招蛇了，现在才17回合，女拔木不招蛇什么原因啊？他可能是想招月灵招鸟，先招鸟，回合数没到，啥话喂，忘记带宝宝。好，再一把封印，那官方这边小死亡再一把点杀，先点杀掉我们法西尔来了啊！这一把是群鸟的还是面伤的？来，对方横扫出来，看一下对方建议，没有招手，现在已经是第4层的一个建议了，一把当头贴住，法西站住了，对方反手一把风卷，6层风铃，好像还行，威力还可以。好，兄弟们赶紧参与互动啊，赶紧参与到互动当中啊，我们马上锁了，我数3、2、1我们就锁了，3、2、1锁了啊，我操，左边拉满，没有人相信右边是吧，就看到宝宝状态不太好了就不相信右边了，我去，所谓富贵险中求，感谢风二哥送的锦囊，谢谢啊。官方这边还是走起吧，罗汉19的不想压，哎，19的不想压，对，等一下我们再看一下175的群雄，好像也马上开始了，我去，都不知道能不能赶得及，还有20分钟能打完吗？
感谢金宇，谢金宇送的办卡，谢金宇，谢谢。感谢迷龙，谢迷龙，哎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来，在公司官方的公司单位，现在目前来说是官方这边已经是稳住了，已经稳住了。159也可以建设的，也可以建设。不然的话，他搞三手干嘛？来，官方开始点人了啊！给官方牛串来一把下酒菜，哎，终于是当时了。但是，就看在官方的话上，应该是点了人心，人心会吸掉一个小死亡的。先当死官方的一个神木林，感谢轮回，谢轮回送的锦囊，谢轮回啊！感谢迷楼送的加油棒，感谢无可奈何，无可奈何花落去送的加油棒，谢谢啊！我怎么给我点了四个四啊？四条四不是吗？四条烟。他就是不拉，怎么样？他应该 CD 不到，不是，困战方这边就是不拉，哎，怎么样？就点人，还要点掉方的一个把戏的，就打到十几回合都没有蛇卵了吗？这，来再走再走面伤。这面山刮痧是吧？好像也打不进来，很愁。其实我觉得让观战方这边打进去，早点结束，我们看群雄去了。不然的话，这场我们播不完了，兄弟们啊！这一场的话，感觉要烂尾了，播不完了，难受。再提前跟大家说一下啊，这场搞不完叫群雄了。来武装套，这 PK 看得有点难受。困难方这边的一个天魔咒术是比较少见的，来看一下它的效果啊，增加承受物理伤害结果和法术伤害结果的，就是给你降伤害。三头，看一下无相点杀，哎，大唐点死了，有机会了啊！观察方这边地府有两点灵元可以延长对方消死亡，这一把延长感觉是要打开局面。对方的大唐很难起得来，观察方这边也是抓住了这把点杀机会，来再点杀对方的孩子啊，先杀孩子再取秒。走面伤给了对方的，对方现在目前来说要打催眠，现在对方方寸山的催眠他只有控制观战方这边的一个输出了花果山。破产是吧？所以说富贵险中求呢，对不对？观战方这边的这个转圈的状态啊，它是降低法术伤害结果或者是物理伤害结果的。这么快就别野靠大海了，开始新宠模式，来再七秒，哇，七千差不多了，对方起盾，但是观战方这边还有一点灵元，有没有发现啊？观战方这边的一个灵宝呢，它是没有修满的，
好像延长也没有什么卵用啊。你看他的延长只延长一回合啊，现在是四回合，小丑王，你看他的延长来了。控制，对方大唐建议不多啊，对方大唐现在只是五成的一个建议啊，他就是少了两把。混搭方圈还有当头啊，还有当头，水星就可以点杀了。感谢不迷路主播带你上高速送的家放，谢谢，感谢老哥。来，这把是防止催眠的武装套的花果山，延长很尴尬，这延长，不加方军已经是放弃延长了。来了，冲刺了，对，直播。想吃掉对方还是比较难的，现在兄弟们，我们还差十几票我们就上第二了啊，有加棒的话帮我上上加棒啊，右上角有加棒的帮我上上，谢谢。人气榜或者是贡献榜点开，里面有加棒，来帮我搂一搂上一上。对，关大方这边是黑无常啊，白黑无常，感谢咕噜噜库送的加棒，谢谢。我们瞬间上第二，瞬间上第二，稳住稳住稳住，感觉偏偏就是我送的加棒，谢谢。还差四票我们就四千五了，我们距离上一名的话还差五十票左右，还差五十票我们上第一，还差四十票，感谢东东，谢谢东东，感谢九四二三送的加棒，感谢感谢，还差二十票，先搂个弟弟吧，好吧。啊，一五九是没有地听的。感谢街角寻觅你的身影送的加棒，我们还差二十票，二十票，二十票。感谢貂毛大哥，谢谢。感谢貂毛大哥送的助力，谢谢啊。先上第一稳稳。先稳稳，先稳稳。哎，我在青云，我在。能不能结束了？都已经是十九分了啊！快点结束啊！快点推掉啊！这最主要是地府他的一个灵源没有修满，你知道吗？稳定送我上去是吧？感谢帅到被人砍送的加棒，感谢路人九七七七送的加棒，感谢兄弟们送的闪票，谢谢你们。哎，来了，有机会了，冲刺了！来，魔晶激发，面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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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中啊！面杀来了啊！来，武魂，再走面杀，看一下这波面杀是不是能推倒对方的？来，神针，看一下伤害，贴了五百，三千可以，像亲宝宝。速度很快，两千，再来九百。怪家方这边还有分魔令，还有须弥的，没有了啊！这分魔啊，分魔。两方血量已经是降得很低，有工宠，这是黑无常，很酷啊！这只宝宝，建议大家买一只啊，因为，黑白无常是这样的，它是出来的时候是白无常，如果是你打它神佑了，它就会变成黑无常了。它是黑白双煞。可以看到珍宝阁见会改宝宝名字的那场吗？等一下吧，等一下吧啊！有什么技能问一下梦幻精灵。
来给你问一下啊。他没有特殊的技能啊，他没有特殊的技能，他有鬼魂高一次啊，有高一次算吗？啊，鬼魂高一次，150武器带的，不接待的。黑无常神又变白无常吗？我没有见过，应该是会变的，好像是他们两个互相变的，我没见过，但是我只是听说啊，这白无常出来，哎，打神了，然后就黑无常就会变成黑无常。可以买一个来试试，染色的白无常呢？可以染色吗？可以染色吗？这样的宝宝应该是不能染色吧？感谢金宇，谢金宇送的加棒，谢谢啊！我们今天上4600了，嗯。等一下，我们买一只来看一下啊，研究研究。是一个新宝宝，去年年底的时候出的，跟帝天一块出的。好像是今年的1月份吧。差不多了，续命出来差不多了，冲刺了。来，哇，方寸方寸。方寸也倒了，有机会冲刺，感觉我要恭喜15%的兄弟了，恭喜32.4%的兄弟了，呼叫小黑，观战方这边是我见过唯一一个不召唤魔的女拔木啊，女拔木打出摩天宫的感觉啊。搞出来摩天宫的感觉有点尴尬。群凶马上开始了，还有6分钟，赶紧给我解决他啊！你就给我解决他！你看这方是白无常出来了啊！交易错宠物了吧，胚子都变顺法了，女麻木也可以带顺法呀，顺法也可以变蛇啊，不耽误我是吧。应该结束了，在刚刚好啊，时间刚好。观察方这边还有神针，有鬼眼，直接打起面纱清场了。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控一下单方方寸三的，这一把控制方寸三，再拿一把鬼眼官方的女王木再取秒，给单方的一个白无常秒一秒，让他变变颜色，哎，变变颜色，让我们大家伙看一看啊。他应该是染色了以后啊，你染成，除非你染成黑色，你染成黑色，他又变得黑色了，你只能染一重的颜色吧。哎，没有神用，喝酒的。哎，官方这边也是一把魂魔，官方只觉得鸟村会控制。官方这边还要续命，官方的大堂起不来。哎，有没有法莲？还有两只续命。来，队长，队长，哎，这把怨灵差一点。其实我觉得女儿村没有必要金青了，她还是换虚弥比较好啊。这个时候女儿村跟地府直接换虚弥，有虚弥拉虚弥啊，哪怕是一把丢针都比你金青强啊。对战方是159，观战方这边也是159啊，159对战啊。
放什么罗汉，放什么罗汉，你就给我出须弥。哎，这干啥呢这？别耽误我 PK 好吧？一五九可以招蛇的，一五九除了不能招天魔觉醒以外，它是可以招蛇的。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我可以宣布了吗？呼叫小黑，小黑呢？小黑呢？宣布了啊，观战胜啊！来给你们看看，你们给我看看你们赢了多少，你们搞了多少的钻石，你给我看看好不好？搞了多少钻石，多少的银币，真的就是富贵险中求啦。来看一下啊，我操！哎，抢银主你怎么搞的？你这个，感谢啊，生送的加放啊！我这个兄弟搞了什么？风二哥搞了2562钻，啊，这个禁言是搞了20000多的银币，我去。然后这个轮回是搞了110的钻石，2545的银币。牛逼！那接下来就是什么？接下来就是群雄了哦，是吧？刚好28分，这场皇宫的安排的时间刚刚好啊，给我们群雄铺垫了一下。有这么好格吗？军雄都是预选赛啊，都是一些比较平庸的一些队伍啊，比较平庸的队伍。周末啊，周末大家来看群雄逐鹿的决赛好吧，我们也是约定周末群雄逐鹿决赛啊，第三届的决赛在周末举行。